苏提达王后以其温婉而庄重的屈膝礼，再次展现了其作为泰国王室成员的非凡风范。这一动作流畅至极，仿佛经过千百次练习后的完美呈现，没有丝毫犹豫与停顿，尽显优雅与高贵。在公众场合，她主动向国王老公致以最深切的敬意，不仅体现了对王室的绝对忠诚与尊重，也彰显了她作为王后所具备的谦逊与教养。 这一幕无疑成为了众人瞩目的焦点，让人不禁赞叹苏提达王后的卓越气质与王室风范。